新北参拜，许下愿望，想必希望神明能保佑参选总统能一切顺利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顺利拿到2024总统门票。通过心情怎么样？蓝白合会不会担心被边缘化？好心情全写在脸上，但低调先不多说。前一晚倒是讲很多，郑重大家宣布，在10月4号，我们联署。已经顺利超过联署的门槛，我会继续努力，奋战到底。要继续冲刺。另外一头副手赖佩霞神清气爽，看来松口气来看展览，就很开心啊。效益藏不住，似乎比预期快，联署达标，9月10号启动联署，2周时间就突破30万份大关，距离中选会收件日还有近1个月时间。目前到底多少份数，以及30万有保险了吗？卖个关子，对我来说，当然就是越多越好，而且很有可能我去年的心愿是冲破没有天花板，就是那我就来看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成绩。先低调，只喊越多越好，但在脸书释出10秒幕后影片，透露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让郭台铭更快乐。郭董也回，听你的，我有笑得很开心，脸书达标，但郭阵营仍没松懈，继续拼。 TVBS 新闻董文俊、林一姐、连线 SH 小组台北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